借过，让一下让一下，谢谢了啊！来借过借过。丢的啥呀？啊，我来帮你，我来帮你，我看看啊，我掉哪头？这头不行，对，这头这头，我来帮你啊，我来帮你。哎，你别帮倒忙行不行啊？我不用你帮了，我用不起你。我不能再虚度机生了，从今天开始我要加强锻炼，每天跑步一个小时，我相信到今年年底我的肌肉一定是最好吃的。这河水啊不能直接喝，这没味儿。我发明了一个方法，把脚丫子涮到水里面，这样涮涮，咸不溜秋的很好喝。没味儿啊，不行，你边涮边喝。给大家打个名啊，献丑了。哎呀，你这啥东西啊，你别带我，走开你走开。还得看我的，天下武功唯快不破。我就是种菜嘛，我看你们种了两遍我就学会了，先挖个坑，然后把这个菜放进去给它铺平了，就是这样，最后把这个土给它盖上。哈哈，你们就等着吃我种的菜吧。来吧，今天就这一家了。喂，这鱼真不错，这周围没人注意我吧，没人盯着我吧？检查完毕，没有。我看看哪条最大。喂，干嘛呢？海家被发现了，就这一条。你们别看他们两个现在相安无事，其实关系很微妙。你们看啊，你干嘛？把头扭过去装模作样的，我就不知道是你了。臭不要脸的，没事找事。不是我，你说就歪你。就我们家这个铁门，我跟你讲啊，我就这么一拽，就开了啊。蒸过来也一样，就这么使劲推，使劲，也就开了啊。我主人第一次看到我开门啊，那整个人都愣了。在没有见过你之前，我压根都没想过乌龟还能这么胖。哎呀，你这平时都吃啥呀？你瞅瞅，你瞅瞅，好好的外套都穿成贝贝家了。雷虎的吃不吃菠菜啊？拿着吃不吃啊？啊，吃不吃菠菜？快上边去！没大没小的，跟谁俩呢？我去，有性格啊！想不到啊，想不到，一只狗竟然能把呼啦圈玩得如此出神入化。行了，啥也别说了，我不如狗。哎，干啥呢？干啥呢？我还在这呢，好不好？你们俩就这样。哎呀，谁让你亲了？一股大蒜味儿。展示一下我的功夫啊！同志们，这可是硬功夫，我练了好多天呢，那一般的狗肯定不行。你那个跟我这个比起来，那就是小儿科，我这个还要开锁呢。我跟你讲啊，我除了开锁师傅，我就没有服过谁。就开这种锁，我十拿九稳，我三下五除二就给他弄开了，熟得很。听说你小子以前干过2年的牧羊犬是吧？还牧过牛，牧过马，是不是啊？这次上面派你下来是来牧我们的吧？来，你牧一个看看，你动一下试试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可不是什么牛羊马，我们是驴。臭！你给我看清楚了，这是我的尾巴。来玩啊？怎么不玩了？个小犊子，脸给你打歪。嘟嘟嘟嘟嘟，在这歇着呢，大爷，没去下棋啊？你干嘛你？你打我干什么？把球还我！那真是的，我好生给你打招呼，你不领情就算了，你打我干什么啊？物种歧视啊！就你这人，我下回见了面，我都不搭理你。走不走啊？还遛不遛狗了？遛个狗三步一歇五步一停的，就瞅个手机看，那手机里有啥呀？老 baby 呀、啊，这喊半天了也没反应。走不走啊？你要不走，把手撒开，我自己遛我自己去。真是众口难调啊！以我的颜值，他们都对我目不转睛呢。就唯独你对我不屑一顾。行，我明天就安排你上桌。你们知道怎么开这个大铁门吗？啊，就这么一踹，我跟你讲，门开的那一瞬间赶紧溜进去。这个对速度的要求比较高，慢了不行啊。我再演示一遍啊，我一踹，看到没有啊？要趁着这个机会赶紧溜进去，这都是经验。看得出来，今天大哥的饭菜非常的丰盛啊。所谓荤素搭配，色香味俱全，尤其是这个味儿。一般来说呢，官做的越大，头顶秃的越厉害。大伙儿请看，就这只哈士奇的秃头程度，这在二哈界，这最起码不得是个部长。咱们课间操的目的是缓解学习压力，舞出青春活力。不过老弟，你这个动作多少带着狂野了啊！哎呀，我去，这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，你这不叫放松，你这叫发泄啊！还有那个老弟啊，你摇着点，你别踢到旁边同学。